他因为他是像那个 Class AP 还是什么的，所以能够叫能够这个 T1 是这个 T1 跟 T2， 所以 T1 是要 A， 然后 P2 是要 B， 要不然会出问题。这个吧，他这个跳 H， 好，他说这边赢四吧，然后我们去看一下他的这个 T2，T2 的话是这个是零五，对吧？零五比较大，他这边对吧 ？H 八零八。这个只能够八台嘛，可是现场已经现场是十台，这边有二四六八，里面还有两片，里面还有两个啊，这里面还有两片，哇，那超过了，所以等于挂了十台，对啊，那超过了，先拔掉吧，然后把它接到这个上面，就这上面，它就会上面就全部断掉了。那如果我再把它拔回来，插回来的话，大概二十秒它才会那个吧，对吧？现在是，啊，现在是全部都断线嘛，对吧？插回来的话。对啊，他又都复活了。